剩女爱作战 ,Suki 德米有拖拍。女人一定恨嫁。无线炮制员港女港男同中女告白竟收得。最近再来个剩女爱作战真人 dating show。用埋强国人剩女个汤真系单身有罪。一年十集讲佢哋点样大改造搵男人。28岁嘅 Suki, 小鸟伊人猫想30岁之前嫁人。男人投 Bonnie, 男人当佢系兄弟。Gobi 19岁奉子成婚离婚收场自卑学历低又拖住个女。三高 Florence, 拍过一次拖仲等等白马王子古墓派传人啊。事业型嘅 Mandy, 只系想搵个出色嘅男人。5个女人靠无线提供嘅所谓升级团队用半年大改造。改造成点呢唔使等多6集依家就知啦。Suki 最得网民 like, 但亦只系得佢一个作战成功有拖拍啦。睇到呢度相信啲男观众都冇晒瘾啦。星期一播出第1集网民就好似 beat 嘢咁唔使俾钱㗎但扮晒用家白弹。有份参加 speed dating 嘅仔仔都死得几惨下㗎。就连负责 train 佢哋嘅人生导师 Winnie Lung 都喺 blog 度闹爆班女。以我过去6个月同部分嘅女主角接触啦，我无数次感觉到啊，其中有啲咧就好似要喺街边卖咖喱鱼蛋，但系要人哋老板咧俾太平洋深海大鱼嘅鲜鱼肉打出嚟嘅鱼蛋咁噃。你插人，人插你啫。人称皇上嘅黄杨达前日喺电台节目都开咪闹爆佢。最黑人憎就系嗰个 Winnie。成乜八婆人生教练顶你个肺！你睇少少你就知道佢自己人生好需要改造啦。佢个嘴脸唔扑你个街，我睇你个样就知道你单身啦，你老。佢以为自己真系 blue 笔，家产你唔攞笔戒都戒下自己血流出去睇下咪蓝色。越系要睇，越系要闹，唔系点嚟86万收视啊？